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。今天我们在 Chino Hill， 然后客人家里面有一个 emergency， 然后因为他把红酒倒在地毯上面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对，很大的区域都是。对，现在我们需要看能不能把它清洗掉，很夸张的眼睛。OK， 好 ，Let's do it。同学呢？口口感觉很甜蜜，你看，前底啊，看看，
amazing. Oh, oh.